这个我们如果说像这个是湖，然后我们常常讲都是环山抱湖，就是有寸石千里的魅力，让每一颗石质细腻温润，有如凝固蜡油的黄蜡石各异奇趣，深受石友喜爱。今天这块是原石，然后这个像很像那个类似胡瓜的形状，竹子的藤部的底座来衬托这个石头。葫芦、蟾蜍还有双人润石，适当的摆设就能开启无限想象。比如说两个人在润石，嘿，它硬度够，要穿成石洞就很难。它本身是一座山，山里有透，透里又有泉，所以它是一个难度很高的石头。细说每一颗石头的特性与可想象的样貌，雅石艺术学会创会长赖金生带领雅石爱好者年年展出心爱的石头，今年首波精挑60颗，先跟大家见面。每年都有一年一度的国宝基隆黄蜡石特展，今年已经办到第6届啊，所以在这边我们经常性的在每年展览的时候，我们展出黄蜡石历年来的全部收藏。在这边很欢迎我们的市民或是有对雅石兴趣的来参观。黄蜡石可以摸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是要带着尊敬的心，敬石的心。由基隆市政府就单身宿舍改造的黄蜡石文化馆，在文化局与社大的积极活化下，每年都带来4档不同的展览，以在地为主。黄蜡石这个是在全世界只有3个地方有，包含我们基隆以及广州和意大利。基隆市文化局非常的重视它的活化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成立了这个黄蜡石文化馆之后呢，委托基隆社区大学营运，一年我们办了4档的展览。那像每一年的第一档都是由雅石协会协助来办理这个黄蜡石展，非常具有我们在地的特色。我们在这边的其他展览呢，都是以在地的文化为主，包含像地方名人周金波、叶俊麟，还有王拓等等的文学家，那以及我们基隆在地的文化，包括暖暖的特色以及社区的营造。那我们每一年都有4档的展览，这个地方环境也非常优美，欢迎民众多多来这边走访，认识我们基隆在地的文化以及特色。希望透过在地特色展览，让更多民众认识基隆的在地文化。今年首档石道奇观永传宇都的雅石展，即日起至4月，在黄蜡石文化馆展出，欢迎有空的民众来发挥想象力，欣赏黄蜡石的艺术之美。雅石展，赞！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